线索是吧？哦，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是西语是吗？这个是西语吗？我们这个是西班牙语吗？这个是吗？哎，还真是，还真是。哦，这是西班牙语，这说的是什么呀？就是先得经过挑战才可以给线索。要试一下，我先来，我先来啊。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哈，哎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挑战成功。是我十五岁之前是个知了，嗯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还呼不过去，这个像没电了，就是。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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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先去那个别的国家溜一圈，要不？因为你没有挑战成功，所以你就要吃一下，这是我们的一个黑暗惩罚。黑暗惩罚。哇，那是什么呀？等一会儿，咱等一会儿，咱等一会儿。这上面这有虾，有螃蟹，有贝壳的。你怎么挂了一口锅底出来？这是啥？这是西班牙特色的墨鱼饭。哦。它是用墨鱼汁和生米饭一起焖煮而成的。好黑呀、啊！我也来一个点，我也来一点，我尝尝。哎，这好好。它其实有那种海腥的，对，腥的那个味道。吃完之后，我的牙现在是都已经，它是有点那个就是粉末状的在牙龈上，我不用形容太刺，非常丑陋了。啊、哦，我这算挑战成功了吗？算了算的。那可不可以给点线索啊？哪位朋友能帮我翻译一下我这小滑板？对，第一句 ，Los futuros intérpretes， 学会了，就是未来的翻译官。哦。然后下一句是 Hora a las cuatro de la tarde， 就是时间，也就是下午的四点钟。四点钟，然后这个呢？这个呢？Lugar, escuela de posgrado de traducción y interpretación， 就意思就是在翻译学院。下午四点钟在翻译学院。下午四点钟也能见到未来的翻译官。行，明白了。你可以把贴纸拿走，拿着这个笑脸呢，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好吧？谢谢。啊，好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这已经拍上了，这已经拍上了。会啊，萨米娜米娜，哎哎，我靠！你快，你快！哇！萨尼本纳，你帮讲的吧你。萨尼本纳，你帮讲的吧你。听个把风笛啊，把风带起走路，哎，别去修慢车。咱还是用母语交流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北外学习祖鲁语的同学。祖鲁语。祖鲁语是南非的第一大官方语言。哦。祖鲁人呢，特别喜欢说咔咔咔咔咔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不不不不，拒绝！这好有 swag， 感觉这人非常作，我感觉。好的，那么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南非特色的彩妆。彩妆的话，我们现在有三个比较就是受大家欢迎的图案，一个呢是我们叫兰花银，也叫蓝樱花。它跟我们就是一些部落图腾结合起来画成了这个样子，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星星，星星在祖鲁语的名字中叫英安涅吉。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脸上的白点妆，这个是部落白点妆，就是在节日或者是在庆典的时候，无论是就是小朋友啊还是大人，他们都会画这种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好好看。那我想那个来一个这个兰花银。啊，好呀好呀。我就要这个白色吧。好呀，因为白色感觉很殊胜啊。好了，哇，真漂亮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我来一下吧。来呗，您要哪个？他那样的，那我觉得那挺帅的。这个就是这个太阳吗？我脸上这个太阳吗？你画有点粗糙哎。那他画的不是我画的，我更精致。哎，要不然给我从脑门上给我来一个吧。脑门上吗？你想要？
先看一眼。可以吗？行吗？哎，来给我们贴一个，需要一个这个，对。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校友会的笑脸贴送给你们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非常顺利，辛苦了辛苦了，非常顺利，谢谢。走吧走吧走走了走了。哎，日语，哦哈哟。哇！哇！孙老师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你依然这么漂亮。哦，是你的老师，是他的老师。哦啊啊！哇，真的太久不见了，十年，你正好毕业十年。对，但是我差不多有个八年左右没有回来过。老师怎么称呼？我姓孙，这是我们系的孙晓英老师。啊，大家好，孙老师，孙老师。昨天听说你要回来，我特意从家里翻出来，就是你小时候没写完的作业，你小时候的照片。哎呀。可能你都忘了之前的一个。当时的签名照，而且是9月10号教师节的时候送我们的。2012年，十年前，哇。对，美涵特别的贴心，就是毕业十年了，去年教师节我都能收到他给我发的祝福短信。哦，那是因为我真的就是非常的喜欢，非常留恋在学校的这个时间，所以每年教师节都会给老师们发。对啊，但是确实可能回来的次数是有点少，因为太忙了，而且我还找到了你的毕业照。哇！哎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这真是非常珍贵的回忆。哎呀，太开心，让他给你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摊位上。好嘞。今天我们准备了寿司制作，监狱挑战。哎，这个我想玩这个。监狱挑战。监狱。反正我觉得监狱挑战真的很难，可能是我们所有这摊里边挑战最难的。是，来，是，谢谢。这个比较难一点，我觉得。是。我展示一下啊。它要停在这儿吧？不，停在这里是初级，比较厉害的呢是把它穿过去，停在这儿。怎么可以做到穿过去？你不知道吧？这个监狱还有比赛呢。是吗？他们都可厉害了。哇！哇！哇！太强了吧！他就试了三下，绝了，特别厉害，可以毕业了哈。对，非常厉害。我看都起鸡皮疙瘩了。我震惊了，我现在震惊了，大震惊。你为什么有这个天赋啊？太秀了，很厉害。可以。我给你报个监狱比赛吧。这样好就收好不好？附送礼物，给你，谢谢，我贴在这儿吧。谢谢姐姐。好嘞，咱往下走吧。老师再见了，拜拜。走呗，咱去下一个摊位啊。阿根廷，我们有个挑战，就是你需要跟我玩一下这个。OK， 我跟你们。对。祝你们玩得开心，每个人给一个小笑脸，好不好？谢。马达加斯加，哦，这是我们的香草拿铁，可以试品尝一下，来。好呀，马达加。